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，博士。我知道你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我们会有办法解决的，只希望你们别再惹麻烦了，那些神族会很不高兴的。我跟神族是老交情了，我曾经帮过他们几次，也许他们会放我一马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选择留在这个地方，安定下来，重新开始。像我这种人是不会有第二次机会的，宝贝。我们必须了结这一切。你是个好人，吉姆雷诺。我没那么好。欢迎回来，今晚我们在克哈新上的 UN 总部为您播报新闻。首先带来的好消息是，边疆行星的居民找到了新的星球居住后，流入的难民人数开始减少。关于坏消息，让我们听听凯特·罗慧维尔的报道。凯特，什么？这已经连线了吗？嗨，是的，嗨，唐尼，是这样的，有许多难民开始开拓新的殖民地，并且宣称他们是不受自治联盟管辖的独立区。他们对蒙斯克大帝的领导没有信心。唐尼，他们大都像一般人民，对目前处境充满恐惧，也对自治联盟没有努力拯救他们而感到愤怒。有些人赞扬了吉姆雷。谢谢您，凯特。以上就是抢先为您带来的报道。边疆行星严重怀疑蒙斯克大帝的领导能力。他要这么做之前可以先说吗？真好笑，人们会因为被留下来给虫族而不爽。该死，韩森博士留下来真是太可惜了，他已经快要被我的男性魅力给迷住了。你该不会想要跟我说你有点想留在他身边吧？我也经历过那一段，泰克斯。很久以前我曾经试过要过普通的生活，现在是回不了头了。哼，反正像我们这样的坏家伙过不了安静的生活。没错，命中注定要我们做大事。我认识了些新朋友，不妨看看吧。你来对地方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了。老天，你看到那艘神族的船舰有多大了吗？不管我见过几次，他们总是会弄一些让你下巴掉下来的东西，知道我的意思了吗？如果他们全力对付虫族，我还会比较赞赏，在应该合作对付凯利根的时候反而攻击神族是愚蠢的。听着，他们罪有应得，你做得对。没有人会让自己的朋友去屠杀平民吉姆，我为你挺身对抗他们感到骄傲。
更美好的未来，希望那是艾瑞尔那些人在海文星上能找到的。一切都已就绪，最终的章节即将开始，进攻查尔上的虫族主虫巢。只要我们开始行动，就无法回头了。确保你做好万全准备，指挥官，命运等待着。真有地狱，就是这里，有熊熊火海，地表风尘暴，以及会活活烧死人的空气，但我们已做了万全准备。你不能针对虫族制定策略，他们不会按照你的完美排程走的。我曾带领军队对虫族大军发动了五次攻击，我死守防线时，你跟你的恐怖分子朋友只会做缩头。我们完全清楚您的攻击，将军。我邀请了吉姆·雷诺指挥官来协助处理任何突发状况。老弟，看来你总算搞清楚了。我已经付出太多，我无法容许失败。说到这里，我想你会喜欢接下来的这个消息。维勒安，我刚收到报告说你带走了我们半数的舰队，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？不行，我即将实现你一直无法完成的事。就在今天，我会击败刀锋女皇，为自治联盟带来永远的和平。如此一来，人民终将知道我是个优秀的继承者。儿子，我欣赏你的魄力，但你并不知道你所面对的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，你的经验。他并非一个人，阿克托斯。雷诺，我不知道我的儿子用什么肮脏的手法引你出来，但你必须明白，这一次连那狡诈的家伙都无法幸免了，更别说是你。咱们走着瞧吧，这一切结束了，我会给你把之前的账算一算。这就是我所期待的一切。老弟，你正玩着很危险的游戏。维勒安殿下，虫族正席卷而来。这么快？进攻剑桥，有场胜仗还在等着我呢。那我们就在地面上再见喽。BED 小队都失去联络，重复在 A 小队在右边，所有队员他们又不来了。指挥中心在哪？我们有支援，有虫子冲我的。着火了，重复，我们失去所有推进器的动力。他们正从地上冒出来，频道上的任何基地，任何基地，我们需要火力支援，我们现在就需要啊！该死，我跟他们说过正面攻击是没用的，他一直是在玩弄我们。哼，至少我们还活着，兄弟，看来那些少数成功逃到地面的作战队伍还分散在四处。你以为最糟的状况不过是死的任务，惨遭感染就是你的下场。很快的，他们就全会从中重去。他想要入侵我们的脑袋，老兄，我们必须坚持下去。如果我们要顺利完成行动，得尽可能的召集更多生还者。指挥官，自治联盟战队正降落到您的周围，但是他们的状态都非常糟糕，并受到虫族的强烈攻击。好吧，我们去拯救那些可怜的家伙吧，我们要一起努力组织真正的战力，否则我们不可能阻止坎利根。